凯莎，这么应该。等一下，看他们第一本本什么？嗯，毕勒布朗。差呀！哎、欸，不不不，哎、欸，对，差差差。我搞错两次。真的很脏。他要按吸血鬼吗？按吸血鬼。再来一场雷兹，直接我们直接去了。我猜不会按吸血鬼。按吸血鬼意义不太，没什么屁用。哦，甘普吗？凯特琳。确定啊？确定。哎、欸，他们是不是没照顺序啊？对啊，他们没照顺序。我刚刚看，我刚刚以为是不是看错？妈，红红，关口，那我们三边都废掉了。没照顺序是，八号四好，八号四先拿。确定啊？确定。那你可以再拖到最后一秒，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。可以吧，法洛斯吧。啊，我法洛斯可以。然后拿卡，可能跟卡米尔和加里欧。我跟卡米尔可以错位，他都拿卡米尔加油，我们就拿泰迪。布朗姆高腰，路西恩啊，刚刚给他出了。布朗姆、路西恩，路西恩，靠背，难打哦，难打哦，还好吗？你们要牛吗？牛吧，牛吗？牛吧。哦啊，我打野，我先选吗？我直接选了吗？你等一下，要先尿吧？要不要扭加卡米尔？卡米尔吗？可是我没有先叫完卡米尔。啊？因为卡米尔打路线很难打，我会被当智障打。卡米尔打路线，我没有说你要打路线啊。没有，我如果抓他的话很难抓哦，因为布拉姆啊，我造型比较强。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好抓的？你先把流量出来，他自己先把流量出来。不是啊，你们不用去抓路线啊。我选马洛斯，你们跟我打第一支啊？为什么我选马洛斯，你们要去打后面？我觉得我玩赵信比较好，还是你就赵信就直接 man 角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直接用赵信打就好了。啊，不然没办法，你们口袋有点，你们口袋有点钱。我卡米尔打路西恩的经验都很惨、啊。那就赵信了，是赵信吧？好，赵信吧，赵信。好。那卡米尔要 ban 掉哦。啊，没办法。单选第三个 pick 就是。然后你们要抓，你们下路线要配打野抓的时候，配中野抓的时候，你们要先讲好怎么打，最好是预先就先规，就是计划、啊，不要到那个点才说要打。对，你们可以蒙多上路，蒙多上路。一万，你要上路谁？你可以先预想一下，纳尔吗？还是凯？纳尔不错、啊。卡米尔，你选纳尔有那个稳退？卡米尔不行啊。哎、欸，他们中路会什么啊？中路确定了，重要。先边打野，卡利亚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不用边塔利亚，不用边吧，要边什么？边的，要边什么？卡米尔，卡米尔，卡米尔，卡米尔边掉了，边掉了。蛇女西格斯，蛇女听起来很强哎、欸，我们这个组合，他玩蛇女感觉很强。哎、欸，那就边哪？那蛇女看要不要蛇女按掉啊？蛇女按掉吧。资源量，对面贝纳尔，什么？法洛斯没问题，你没有说贝纳尔，我只说你为什么要贝纳尔。最后一边，最后一边，最后一边。玛利亚贝纳尔，各位最后一边。蛇女吗？蛇女吗？打是谁按掉的？蛇女按掉了。对，好。我们都选法洛斯，他还选蒙多，他这么勇敢。我很好切他。画意也不出这样子。上路什么角色啊？科加斯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打吗？蒙多？不错啊。再看一下，先再看他们的亮点。马龙，确
波比吗？欸、也是可以，干他选塔隆路线。对啊，波比呢？我就有点想再选波比。对啊，对啊，波比很强哎，波比很强哎。对啊，波比这还是强。对啊，对啊。波比吗？啊，波比啊！不要打输，不要打输，你就选。波比不你波比应该塔隆难进场啊，这样塔隆难进场。好，不会，塔隆不能进场，路线也不能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都会秒掉。来来，先想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，中路。你还有什么角色？修哥有放哎。只剩血鬼了，他还有还有阿奇，血鬼不错哦、啊，阿奇和球女，血鬼阿奇和球女，我觉得球女也不错、欸，我觉得球女好一些，血鬼，球女可以，球女前面打架还算强，那血鬼的话，血鬼的话我可以带队，不要血鬼啊，有布朗姆，布朗姆血鬼啊，对，我觉得可能球女吧，球女抗布朗姆，球女嘛，球女抗布朗姆。布朗姆的盾可以把球女的球挡下来吗？他只能卡在那边而已。好、哦，那球女。我建议你带，你带光盾好一点。带虚弱吧。虚弱光盾。虚不到他好吗？你虚弱不到他。真的吗？他开亚上来，你没办法虚弱他，你一套没办法，你一套。他在 Q 上来的瞬间，空间是按得到的。你打的大局还是会去。哎、欸，各位，他们这样选话，对面上没 CC 哎、欸。他们没有任何的主动开战技能哦。OK， 我们前面偏，所以我们有开战习惯。你们就，我屌先一开始就先往下刷吧。我屌康，我屌康，我屌换脚，我屌康除了那个换脚，我在换啊。我屌康除了蒙多以外，那个哈士奇，嗯，可以。你跟中路尽量把那个塔隆控在中路，不要让他有。当然了，我一定出中啊。那他没办法跑，你们有办法，你们有先手选的时候，你们就尽量去。因为你们有那个开，你们有强开的。我会想一直进野哦，我会想什么？因为我好打奈德利，我会想一直进野哦。啊，上路有办法塔杀再去塔杀就好。好好好，我厕所会蹲。啊，记得你们打团有办法打到后排再打。啊，我也上个厕所，都打团就对了。你要存啊？我一样哦，我狂下路哦，一样哦。好。加油。一开始如果能把那个路线或布朗姆闪现打出来，你们应该很好打吧？快砍！我的护头七零零。布朗姆的一是不是不能挡掉朱女的大绝？朱谁的大绝？朱女啊，可以挡啊，可以挡啊，只是他自己会被冰住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好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他还是他不能，他的地下还是挡不住，对、啊、对，那就是挡不住啊。他们会不会想要一等？不会吧，我们站位的话，他们一等不到啊。来喽。我中你没差，我不会死。嗯，对。他如果闪现虚弱你就死了。
他没许诺，他距离不够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会对断。我要不断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你们留个言吧，赶快留个言啊！你要等到。你现在留言要干嘛？他们如果一分三十秒硬走进来，我们也打不赢。那、哦、我不能那时候留，但会看不到他有没有那个拿。对啊，他吃完蓝蓝好些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吃完红会直接去下路，下路那个河蟹一定是我。哦。百分百是我的。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演哦，这里我不知道。我是怕这里面有演哦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走进来。你们刚才站在这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这里会有眼吗？这里这里有眼，三角有机会有，不知道有机会都有机会。那我从上面，我从河道走下来吗？还是跟你们一起走过去就好？看你，好，我跟你们一起走过去就好。直接走也没招，中要直接推，中要直接推。好，我再推，我再推。他要拿下，你就要直接推。哎，这里哦，我们直接那个、哦，我可以走过去演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他们那个，那来看到我了。来哦来哦来哦，直接开喽直接开喽，来哦来哦来哦 ，nice， 废物，垃圾，真的抓到你喽，推吧，奈德利，他没有吃红，他没有吃红，直接吃我的蓝哦，我直接两等狙砸泡茶，哎、okay, okay. 欸，好来来中路靠中路靠中路靠，我两等啊，好泡茶啦，来泡茶泡茶，好喽来喽来喽，一起来喽来喽，搞事搞事。哎、欸，他过去了，他搞起来！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要交闪，交闪、哦。没有，没有一样，没有，我在等。太早一，我们要去大红吗？我们要去大红吗？太早一 ，CC 接不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中路推，我中路推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奈德利没闪了，好走走走，布朗姆也没闪哦。塔隆是不是先来了？塔隆是不是先来了？塔隆靠了，塔隆靠了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他们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哎、欸，他在这边吃，他在这边吃啊！对对对对，还可以塔杀哎。上路吗？对啊。我吸两只冰经验，我要上三等。OK。好。好，吸一只就够了。可以塔杀是吗？我马上过来。对对对对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你看到这个血线，我先扛就死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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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从后面来哦，等我、哦。哎、啊，算我直接从这边来，来来来来，定定定。凯文往后，帮我推，帮我推。好。对对对，这边有好些还好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我靠，这个你，那你不知道吗？他突然就想回。都给你，都给你。Nice 哦。可以可以。下路小心啊，奈德应该是往下。对对对，他现在88的下班。爆 A 一下。这边有一根眼，我去放你。好，我省一个 TP 哦。你们下路出事，我一定传。好的好的。因为那个蒙都没法断哦。哎、欸，奈德在这，奈德在，我们六鸟确定。好好好，哦，哑逼哑逼。我放给他，我放给他，那没办法抢了。那双十不能给吧？双十上对，双十不能给，双十不能给。他吃双十太爽了。他有眼吗？你有眼的话，你去留。没有眼，没有，你可以站。蒙都是没喘的，蒙都是没喘的。我们是赢一个船。好嘞，好嘞。给他吃掉啊！吃掉了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事，没事，吃掉。那我帮你吃掉，那我帮你吃掉。好。那你乖点，我再帮他清洗一下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有事。哎，我刚刚吐口水。下路是都没招嘛，我再下去一次 ，OK。你发育 OK 就可以。发育 OK， 他们的技能跟我同步，他们的技能跟我同步。好好好，米海克斯闪现 WQ 应该直接带走一只。哦，这个河蟹要抢哦，你们可以推吗？好，我推，我推。我现在推，我这波不回，我这波不回。好嘞，好嘞。他们下路回啊？对他们没办法抢这个河蟹，这河蟹我。那我直接先站过去看。好嘞，好嘞。这有眼吗？哦、没有，我等你可是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刚这里有。好好，我没有我哦，那我被他看到了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直接跑，对对对，直接开，直接开，直接开。把这个打掉，把这个打掉，看他位置。哎，我在动。来来 ，A 掉 A 掉。他在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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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这。东路开了。哎，这里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。
他翻过想。奈德在旁边哦，我们回下了，我们回下了。好，回回去。上半，往奈德利往六两过了，过去了。帮你推吗？我帮你推吗？我帮你推。没有。奈德利在上半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现在，对，我在中，在中。哎，来，我在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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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往他下半步靠，等下那个篮，可以抢，可以抢。OK， 可以。这边有眼吗？我想过去。没有。差一个。OK， 可以。可以从这边扫。嗯，等一下哦。来，出来。哎呀，没有，有点远啊。没事。你等他出来好了。哎，对，我来了。来，我也在靠。漂亮，我到。拿个火龙吗？我到。我走掉。我开了。看他没死，干林老师。没关系。他的蓝要不要？还是不要？火龙蓝。奈德利是回家的，奈德利是一定回家的哦。啊，不要！中路现在已经超惨。这蓝不行。对面下路有闪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也有闪。奈德已经爆炸了，奈德会往下，。嗯，对。不过不要在这里了。我硬吸一波要回家了，各位。好，你们自己小心。我是有传送，但是我不会传。好的。敢他这样乱用 Q， 我很想打他哎、欸！稳住，心态稳住。哎、欸，我要抢上路回去哦！哦，可以。上路可以先。这根红眼我没办法帮你守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再买一根就好了。他们要拆我就。这波兵完之后再两个前排，六不得了。OK。啊，这个蓝我先吃哦，因为我要上路。好，可以。好。奈德利在这。我来，我传了。塔龙没闪。要打吗？打奈德利。他没闪。然后直接出。这个。我不打。干！啊靠呗！干！我 fail。我刚没看到右边。我帮你顾上吧。啊，这样我没办法吃啊！我等下一波。我过。啊，好可惜哦，不然这个他这波他的红会掉。哎、欸，不急，慢慢来。好，这河蟹你，哎，我吃。谢了。刚塔龙没闪嘛，对不对？没干错，他也没炸。嗯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马上来中路抓他。他好像没点燃。别急哦，我这角色只会有好长，没问题。他在上半部。我不会死。我帮你扫一下上半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消失的眼是吗？对，我在这边蹲他一下。好，奈德利在这里旅扣，他在旅扣，干那个陷阱，看不到哎、欸，中消，好，行，可以修的，我布一个，出来，我知道可以修，他俩合中消，我是强攻的，我是强攻，我刚刚对点不会输，上路又有机会打杀了，塔龙下来了，上路有机会打杀 ，OK， 来，你看他没大喽，好。我们下路线已经可以直接推了，已经可以直接随便乱推了。他这波要往上打，奈德在下半。陪我拆红眼，把眼排掉。来，我靠！他已经被我逼出去了，那个。我靠！我头爆，不能推。我在这，我抓奈德利哦。好，我没靠你，奈德在中。我在拆红眼。他这里有拆红眼。我没靠哦。我回补战神，然后来抢河蟹。这边有点看到他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没事。我可以压塔哦，我是可以压塔的。现在好，我过去看能不能dive吗？不用dive。好，反正这河蟹我一定会拿了。我看他想在杀中路哦。对，他又在。靠背。
差不多就一偷的吧。没事没事，他看着就想 gank 你，别死就好。把你玩的是球女，你来走。对啊，没差。塔龙，塔龙往哪一边消失？要讲，要提醒一下。往下哦。这回血可能会打起来，我这波回血可能会打起来。波比能断他船吗？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他回家了吧？大概状态不好。你随时跟我们汇报他，你能不能断他船？你断不到我们就不打。现在不行。哎呀，我早眼扫过来，这边没眼哦。现在过来了。现在他可以传。哎，听到没有？只要波比说他断不到船就不打。他现在是可以传。我先去把狗子打掉。哎，我没法推哦，他们是先走，他们先到哦，他们先过去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我打，我打。往下，蒙多会传，蒙多会传，蒙多会传。蒙多会传，蒙多会传，退了退了退了。好了，走掉走掉，别打。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杀。信我信我 ，nice nice nice， 可以炸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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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到不到蒙多，到不到蒙多，蒙多传了，蒙多传了，拉掉拉掉拉掉，这个死了，要守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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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守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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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装我去装我去装，走掉吧走掉吧，蒙多没闪，蒙多没闪，走不掉了走不掉了，哎大哥，还有太多闪还有闪，没关系守中，他走安全的，他走很安全，他们没有腿，他们没有腿，他们没有腿，走那边。他们要推，他们没有推。那我守，我一下守。别下次别摊了吧。刚上那上塔可以，应该走得掉吗？走得掉。我们下次推的哦，这栏可以进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们要进吗？他们应该是没招的，他没踢没招了。要进走。哎，可以喊暂停吗？你就直接按啊！对对对，你直接按，直接按，你别问我们要不要啊？对对，直接按，直接按。你跟我们要不要？你有问题就解啊？怎么了啊？好加薪，靠腰。啊，你还全屏跟他讲干嘛？没有啊，等一下你们讲。换暂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蓝不要抢了，那个蓝他应该吃掉，不要抢哦。好，你们现在是暂停吗？嗯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为什么暂停？哎，因为中路就加时间。大小，他在网开。啊，他不会，他啊，算了，没事啊，反正就暂停一下而已，不用这个，不用这个。哎，我八十，我八十秒，我八十秒传送哦。对面是他，反正我推完就往中路靠，推完就往中路靠。蒙多没传了，蒙多没传。我等下六秒红，然后一路吃上去，我们拿预制者哦，上路可能要推一下线哦。哎，我好，我都是主动线，哦，那你开，那你开。他武术血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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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如果闪现开会赢吗？这两只会赢。他只会跑比较快，那就再下，那就再下。哎，塔龙往下走，塔龙往下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他在这里确定，他在这里确定。他下眼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龙那个龙先不用顾哦，我先走了。我应该一直被看到，我一直都是视野。哎，有危险了，有危险了。我八十秒存的，我想偷回。哎，蒙多，蒙多跑来揍我哎！看我一下，看我一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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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装一下，假装你装一下。好，那蒙多没大了，那我推完线大夫哦，推完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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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好，我来。你这个球给我打一下，往这边打。好。直接接上去，真奈德利应该。来，掉眼。塔龙靠上半，塔龙在六秒。可以。来那个，进蓝哦，可以吗？进蓝哦，进红吧。对对，红。这边没眼，走。小女，看他们。好，猫宝，猫宝，你小心一点哦，我这波靠他们了。OK， 我知道。猫宝，这波靠他们了。我知道，我听到了。哎，再吃。啊，来不及了，不行。好吧，走吧，一起走吧。我撤先。好，那我回下了，我回下了。好。哎，这样对。这里有一个那个，这里有一个那个。我觉得这边有点抖。我有传送了，我有传送了。哎，这边有人，他们在开龙，他们在开龙。欢迎师，欢迎师。我有传送没？我有传送没？不用。要玩，要手玩，要手。我觉得可以，才3800而已。去打雷一下，去打雷一下。是慢。哎呀，下去了。好，来。帮他。等我。他还有闪，留住啊！他还有闪。我开大，我扛。死了 ，nice。下塔了，漂亮。这他敢守就让他死，敢守就让他死。还有一只塔龙哦。AD 没双招 ，AD 没双招。我没有 W 啊。有机会，接到他就死。八秒 W， 八秒 W。靠背。Sorry。走了。走。我八秒 W 哦，你们不能这样哦。啊。
没有，我是说你的，我是说你选到可以杀，我没有说一定要打哦。哇，哇你亏，哇，没办法，哎，兄弟别急啊，那个不可能出大哦，他一定会翻出来的。不是，我就跟你讲说八秒 W， 你一定要等我，不然的话他出来会长这样。别急啊，别急啊。AD 没双招 ，AD 没双招，中拉手，中拉手。哦，大概是差多了。啊。按个几招？我在靠，我在看。过来，你可以去查吗？你可以。可以，我怕我来不及。你在扫啊？你在扫、啊。可以，再硬啊！不用吧，不用扫到啊。没有。没反正你能守住就好。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可以打吗？啊，没事，没了，没打。不打。明白了，下路放一次的，下来放没下路放一次拿中塔。下吗 ？OK。我马上回补，等我。我没有传送哦，蒙多是有的哦。建议你们小心点。他们换线了、哦。我有接 R 他。哎，小心。好飞。两没住哎、欸，对，掉定了。掉定了。掉定了吗？可以走吧。我跟鱼丸可以走吧。有机会。他没抹、欸，对面 AD 没抹，对面 AD。对啊 ，AD 没抹 ，AD 没抹，可以。在追。没事。我中路开预示者吧，那等一下下，。对啊。上路有机会被点呢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他下来了。都跳下来了。都下开喽！开喽！靠下中，靠中！蒙多有船哦，你们小心哦！哦，我撞一下就好。那上线要来中啊！我觉得你下去下路更惨。哎、欸，我在靠中！好啊！中路要被推了！某某靠中，某某，我没大的、哦，他没抹！陆先没抹。好，我回来了。我跟你走。好、哦，你在那边后面蹲着，不要露脸，我回去了，我回下了。好、啊。可以点了，可以点好。我在你旁边。赵令接下来，不要视野怪接下来。好，知道。接下来，拉后面就好。哎，蒙多会传了，我现在还看得到他哦，只是我现在看得到他。你直接贴着他。我贴着他。来，我在 ，Q。我、哦、没事，退掉，硬推。蒙多想传哦。好，可以了。没事。但是双现在中，双现在。哎呦，被发现了吗？往东走，这个红给我吧。好，可以。那个中给他吧，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就。哎、欸，他们想抢红吗？我往中靠。东路先靠，我自己。我已经靠了。哎、欸，他在。对啊，他在这啊。那这个红我不一定可以让你，我可能要中掉。没有，还在，我可以吃。好，可以。各位不要被奈德利打慌了，那奈德利只是前面一定长这样。对啊。谁？我中吧。中给球女站吧，你一样去下路。我去下干嘛？啊不，你去上路，说错了。我先挡一波。好，不要，我下去吧，。中给球女站，我们去上。你们觉得我要上三项还是直接那个四射尖角？我觉得三项还可以。那我上三项。你只要戳到对面往后推，基本上就 OK。你要出三项，你才有办法打奈德利哦。嗯，别急啊，我快滚手了。这样一样，包跟我打第一个就好了。奈德利老师，当然，我用大把把他们扫开，把他们全排。我60秒传送哦。这里，奈德利进来了。不要急，导演哦，我在这里哦。我可以靠你哦，我可以靠你。看不到中啊，直接死。啊干你！你可应该先开惊人的，你看到大招该先开。靠中！这边有机会哦。他们，我在走。那在打魔多吗？我会逃、哦，我会帮你。哎、欸，你们中路先小心哦，我先帮某某。好，开喽！我过去了。中路，杀掉！蒙多死了。
毛东死了，毛东死了。还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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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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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下掉下掉。我要回上了，阿龙哦。求你在塔下等兵。这里有个河蟹哦，这里有个河蟹哦，怎么办？啊，他吃掉了。给他，没有没有怎么办？哎，这里是。哎哎哎哎，哦，没事，吃掉了。我帮你们拿上塔吗？走。最有眼。然后你只要把，你只要把线清了就好，你不需要推，你不需要当推线的那个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走，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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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传送，我传送，我现在身上没眼。还有传送，还有传送，可以。我靠上，我靠上。三角没眼，三角没眼。行。布朗姆没闪，布朗姆没大，布朗姆没大，布朗姆也没闪，布朗姆也没闪。有办法防他？我想闪顶他，我想闪顶他。可以。啊！哎，好。没闪，交闪。走。要推吗？拿掉吧，拿掉吧。没，别。收你回去哦。我下路可以推哦，我下路可以推哦。我回中，我回中。火龙。直接靠，全部靠火龙，火龙比较重要。我先找他好。我刚才一打一，我是屌妹。我们要去哦。火龙一定要吃哦，火龙不可能放哦。我来，把塔打残。来，可以，不用怕。他们双人线先到。他们开啊，他们一定直接开。他们三打，你们那边也有三个。我们跟双人线差不多时间到。这个有眼吗？有眼吗？这个红也非常棒。没眼，他们应该吃掉了。三。打掉好玩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要拔中吗？给吧。有点乱。我旅游补个装。这波给我。哎，小心。我去，算了，我把红给卖了。巴龙小心哦，巴龙可能会被。没有，没事。又要一样推了兵线就放了吗？队友，上路两只。对，上路两只，我靠。两个。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我没有后面的眼。往下靠，我下面有河蟹哦。哎，这里，我猜这个红眼有点危险，你们。好，塔红靠喽。好，我走。你先不要露头，我要跟着他，我一定得跟。塔龙一定秒杀你。这里哦，我在这哦，靠我。我在你背后。好。哎，抓布兰木。好，来。哎，有人，哦，这边有眼。红哦，你要他没闪啊，他没闪。哦。哎。他这边有眼。吊塔。好，要吊塔了。红。好的，我自己吃。塔边有人转过。我去上吧。奈德利在我们蓝区，奈德利在我们蓝区。那蓝可能没办法吃了。我们现在中路太烈。慢慢来，别急。这个不要进了，收塔就好。他拿手，我没大哦，但我现在很强，我现在超强。现在没事。我会补包。哎，他们下我呢？小心他们帮我。没有。他们回来。哎，你这个是打野回来，我回来了，我马上回来。下路线。都在上。他们想拿上的样子，对，他们想要让小心的塔龙，他想要让我们下路被再上塔龙，他想要让我们下路被挤掉。他跑很快哦，他跑很快，你不要太出去。这里奈德利，有没有出来野？我想干他。塔龙消，他翻墙出来干你了。哎，你们顶一下，我去补眼。你们要等我下路清完。到现在中吧，还是你们上路守住。我去中吗 ？OK， 那我去中哦。你们全部上路，我单中哦。上路哎，不算，看起来很硬白，看起来守不太住啊。塔龙往中，塔龙在山狼了。
还是中路给我跟他守，给我守他，给我守奈德利。没有，一万开完就回来了，没开。哦。我在，我还要奈德利只有六秒。哎，我想抓他，我想抓他，但只有六秒。你打，你当然可以打。没有，我还要再带一波，我要再带一波。我觉得要先陪我把这边的视野抢回来。好，走，不然我们一直被压。好，要不要按到大局？那可以刚回十秒。上去推。我推上。这里。我在补眼了。我们应该要打团，他们团战应该没打不赢我们哦。正面他们打不赢我们。对啊。他们全，他们只有奈德利。想要他们巴龙。哎、欸，巴龙，他们其实三个人就可以吃了。哎、欸，要我们才去看吧，因为他们打巴龙一定要有 AD 靠。我觉得不用哎、欸，蒙多加奈德利一定也可以交、欸。你不要再去右半边了。好，我知道。这里都有眼，都不用猜，那个不用理他。这线我就不爱。我陪你，你去吃，我陪你，我在。哎、欸，好。我蹲车，有人抓你，我别蹲着，我蹲他哦。好。他先陪我推，他走，还没有躺在中。你我跟你讲，先推到这里再吃，我们不要去推那步。我知道。不然我没办法帮你。慢慢去等法洛斯起来，慢慢打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抢，你要买狙啊！你要买狙，我在买狙啊！先买个金能压压金嘛。哎、欸，奈德利，哇，等级高我两等了，我反正一直在刷。还绑他哦，还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下路，下路，来，这可以杀，转角的地方。到我。他们硬开的话，我就刀。没事。nice, 哦、漂亮、哦，那意思了。不要！风龙。彩虹在这。我吸一个血，你帮我帮我把彩虹顶开就好。我可以点中。我传送哦，你们要看一下哦。哎，还是八龙。哎、欸，彩虹在绕哦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吃吧。点中，不要那个风龙，拜托。哎、欸欸、我可以靠你，我可以靠你。哎、欸，这发量就可以吃八了。这个。轻视野，发黄轻视野就轻。对。我回补三项哦。我们可以。好，都回，都有区。哎、欸，被看到了。没关系。他们哎、欸，我怕他们直接秒开哦。那个他们下去了。他们想打我这个，红吧。他们如果打我这个红，我们就直接吃八龙。我先帮你放视野。我能吃这个红吗？有没有陪我啊，兄弟？可以，我在你旁边。我在哪了？可以。来，你来。他们吃龙吧，不可能吃我们红吧？我在这边站着。小心一标抢走。来。我有传蓝河蟹吗？河蟹要吃吧，河蟹是一个稳定的八龙。我抢吗？等一下，小心。我先抢。好。好，吃掉，走。哎、我要绑他、欸。不要。等一下。奈德利惊人喽！惊人喽！中路可以，我中路可以直接打、欸、你，靠我们，靠什么？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奈德利哦。他惊人。没差，他们越来越烂。来这，他们现在越来越烂，我们拖着就好。配合，好，这个线。好，压。我在你背后。我也在背后，我在旁边。OK，nice。哎，换我们集中。好，走掉。对，我们集中，我们打团不会输。回了。八龙吗？不用。下路。回去再把线弄成跟刚刚那样子，才有机会再点。我回补一个小秒表。我觉得蒙多想推，我觉得蒙多想推。没事。哎、欸，小心压完之后，盾会一波吃八龙。哦，
我。你可以今天直接闪打，闪打。这里哦。那等一下，你可以直接闪打，不打。很难哦，他看我交闪，他就按一了。我觉得不用哎、欸，专心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对面辅助回了呢，对面辅助回了呢，可以吗？不要不要，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急。啊，哎、欸，来塔了，我来了，我传了。保 AD， 保 AD， 保 AD。我抓到 AD， 我抓到对面。AD 倒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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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 倒。来，继续。打。漂亮。帮你挡，帮你挡招。来，八王 ，Let's go， 让我整线，你们吃好了，应该不需要我吧？切吧，你直接推，你推到底部。我打突然这波去上路，那你直接推，你可以点中吗？他在下中哪点得掉？我去下路好了，我去守下。我们哎，对面再拿个上卡，对面 AD 没双招哦，哎，对，拿上卡，你有进？对，对面 AD 刚没有，他跟你闪现，他要跟你闪现同时嘛？对，哎，这边有一根红眼，哎、欸，这个要制裁，他居然他妈的想推、嗯嗯，我们推上了你，我没办法。啊，我是帮你，我是帮你。没事，我跟他玩一下而已，我不会挑战。这边好像刚才全交了吧，就几乎都全交了。对，我打一定，我打只要看到 AD 靠近墙，然后你们跟得到，我就直接闪定了。然后你们球女直接，你们不用去杀 AD， 没，一定死球女。我一定可以让他招都接不出来。我已经可以没有我们跟你们需要是让我活着。乃文，你要跟我保着 AD 啊，他们好，我知道。我可以抓包这边 ADC， 他们挡不住我。跟我等一下钱，我等五十块。好。我这波还有秒，我再买。好 ，OK。好，像哦，我吃个餐桌，你们先不要出去，我吃个餐桌。那我不等了，我来了。要接跟我接中哦。我不等了，再等下去他妈的接中没？我觉得你要跟我接接中。我来了，我直接靠中，我没靠中。对，直接闪现开吧，对面 AD 不要急，让我先开，先把塔龙位置找出来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如果汉森先开的话，塔龙位置找出来 ，AD 位置会变得比较差一点。这边，塔龙在右边，哎，我。那里没闪了，来，拉闪了，拉被干他，没事，拉掉，往左边拉，哎，躲底，哎，跌倒，拉死了，哎 ，nice， 我杀掉他了，我挡伤害，拉下，可以，开，呼，赢了，快，推线，整线，猫跟我点，engage。可以，我刚才先把那个塔龙定住，然后闪现进去，把那边全部留着。那塔龙最后被我大刀扫掉，他翻墙瞬间。哎，不是，刚才球女跟波比大刀是不是重？没有吧，我的大绝是可以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刚，可以吗？我的大绝结束了吗？我的大绝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赢还输？赢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大绝现在是可以。我想问一件事，乃文为什么你刚刚中间都不开麦呢？啊，我有吧。真的假的？他有啊，他有啊，他只是你中间有一段。